基本上现在来自的华华裔都除非是念中学是华校的，要不然就是变成四不像，英语也不好，华语也不好，哪语也不好。我是听他说话，前三就是听某一天的说话，我根本就分辨不出来他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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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很好，但是他很多中国话他不懂。为什么这样？他是随他父亲来的，六岁哦哦六岁六岁英语很好，怪英语和英语和我们马来西亚以我这种年龄的，我们很多都是双语，英语和华语是因为除了念小学以外呢，如果继续中学是一直到大学。华语方面蛮不错，因为家里都注重华语，父母亲都以华语和方言人才子啊，然后如果再下来呢，年轻的人就没有了。那您到这里来，我喜欢这里，蛮喜欢，喜欢这里什么呢？我是这样子来比较。你马来西亚华裔和这里的华裔比较化，这里的气氛是不是在马来西亚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说全部华裔都可以，我们很需要的工作，可是享受不到一国民的利益的权利，没有。比如说南京大学的话，如果你的孩子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出来说，如果成绩好应该是成绩就准则来决定这个学生的学生的就算我们的投资，而这个考虑的准则是什么准则，然后还有当然如果说政府机构、国家机构工作机构的话，完全都够于他们的工作，你觉得只发生就是他们的对，然后不管说是你买屋子它的价钱都比我们低，那么学生们的奖学金等等都是以他们为主，但是交所得税是交税的